由香港和内地制作团队联手为2010贺岁档量身打造而成的贺岁喜剧片《花田喜事2010》今日于香港会展举行首映，主演郑中基、古天乐、熊黛林、Angelababy、吴君如等悉数出席。得晒。好 ，OK， 好啦，喺呢个时候呢，我哋亦都要多条爱情线嘅，包括系Ronald 同Baby 嘅日久生情啦。潘粤明同边嘅嘢出嚟嘅？咁我问下郑中基啊，你系咪好中意阿 Baby 咧？你啊？吓？咩事啊？喂，咁啱啊！今日嚟饮系嘛？咁靓仔个头先得，系啊！喂喂，点啊点啊点啊！喂，点啊点啊！好啦，不如咁啦，我问下东叔同埋啊。初次接触喜剧片的熊黛林却获得了剧组人员的一致好评，他们纷纷表示 Lin 其实很有喜剧天赋，拍戏态度十分认真，就连搞笑都在很认真的在演，除此之外现实生活中的他其实也很幽默。而且我觉得他现场其实生活里也蛮搞笑的，因为他演戏很认真，但是没办法，他喜欢笑场，所以我们这又是一个喜剧，所以有人经常演着演着就跳戏了，是不是？剧本写的都是那些恶搞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也很认真去演，所以那个都是最大的喜剧。对啊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喜剧女王吴君如因为档期排得太满，笑颜早已经放弃了生孩子的计划，她更拉着古仔不放，声称她总是接戏阻挠了自己的生子大计，古仔即随声附和，恐怕孩子生出来会像黑人，惹得现场笑声一片。我们有好多都有人找我们去演，然后我就跟古天乐放过我，现在是他不放过我，对，我怕孩子生出来像谁？黑人，黑人，没有，他一天到晚都有人找我们拍戏，所以我就问他，喂，你可以停一部不拍可以吗？